外贸协会为协助国内纺织业者收集国外最新产品的资料，特别从国外各地选购大量的布料，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澳洲、瑞士等国畅销的布料400多种，决定从这个月25号到29号在外贸协会8楼举办国外畅销布料的样品展览。举办这项展览会的目的是希望国内的业者厂商能够比较国外布料的花色仿制，然后外销争取市场。今年流行的花色仍以鲜艳夺目为主，